前新竹市长林智坚的论文案曾经引发风波，而他的指导教授前国安局长陈明通今天则是声称林智坚的是清白，并且还原指控抄袭学生于正煌的写作过程。至于正煌的论文内容，都是从自己跟林智坚的创作延伸，只是于正煌比较早毕业而造成的世纪大冤案。不过台大是发出了声明，强调撤销学位的当事人都已经接受了调查结果，也再次呼吁陈明通身为指导教授应该负起责任，向社会大众致歉。世纪大冤案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是要说它是一个世纪大冤案，希望早日还给之间一个公道，一份清白。为了还原前新竹市长林智坚论文案始末，陈明通久违现身出席论文门新书发表会，重申林智坚清白，并秀出指控抄袭学生于正煌的写作过程加以比对。我为了教学方便，我先弄出来给他的论文到 final， 这里面任何一个文字、那个数字、那个符号都是我当初弄的，他没有改变半个字。我把跟林智坚讨论的结果修改进去。于正煌的写作底稿里面，我叫他再继续发挥。于正煌是半路杀进来的。陈明通指称，于正煌的论文内容皆是从自己跟林智坚的创作延伸，书中更以卤猪脚比喻，酱油、猪脚、食材都是林智坚的。整道菜最关键部分是陈明通卤的，于正煌只是拿去配饭。陈明通表达不认同台大学论委员会做出林智坚抄袭的认定，也表示论文成为2022年九合一大选中政治斗争工具，其中有认知作战因素。审政委员连操作性定义都不懂啊，是，对，那有什么专业呢？但是台大的校长是希望你来道歉呢、欸。我就请他再把这本书看完，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好好，学论的东西跟中国界选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书里面有说，从学校到教育部这边都觉得林智坚的论文有问题。所以我要帮他平反。对于台大校长陈文章日前表示，学生论文被撤销，作为指导教授应向社会大众道歉，陈明通也不以为然。台大发声明指出，依程序调查后，撤销两位学生的学位，当事人都已接受，再次呼吁陈明通应致歉，强调学术伦理与诚信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。中研院院士、台大医学院教授陈培哲则认为，台大应思考成立调查小组，公正厘清此一事件的系统性原因。谢启文台北报道。